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y， 又到了等嘉宁的时间啦。等一下呢，我会开一个 LINE 的新账号，然后假扮我是经纪人，发一个广告试镜讯息给他。那我会请他呢拍一支运动影片给我，然后在拍的过程中间呢，我会一直刁难他的动作，直到他累倒为止。最后呢，我会送他一个超级惊喜大礼物，就让我们看嘉宁的反应是什么吧。今天穿得很 fashion 哦，穿那么漂亮是不是勾引其他男生？哦，我穿漂亮不是勾引别人，不然可以啊，犯大忌啊，太多大，这样就是犯罪，引诱别人犯罪。刚刚黄阿姨打电话给你，你有看到吗？没有啊。她刚打给我说，她发一个通告给你，广告试镜，然后要叫你拍一个运动的影片。你手机没有吗？没有。她说她有发讯息给你，因为她找不到你，所以她来打给我。我也拍，先去换衣服，换一换。这样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吧。然后他有贴那个参考影片给我，你先看一下。OK 吗？准备好吗？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别呀别呀别呀！你看，你这个脚啊，刚刚碰到地上了，不行，你要一直盯着，你要摸到下面这边，不行，重来。Hello， 现在不是快看酱油时间，好不好？快点，你快一点，你不要挖脚皮啦。不要挖脚皮。Hello。不要抠脚皮了，不要问几下哦。没问题，我不会问。刚才亲下很漂亮哦。好。个屁呀、啊！四下。有吗？有。不是才七下而已吗？十了啦。来下一个动作，三、二、一 ，Go。你的身体刚刚歪了，不能那么歪，重来重来，这样不行，要重来。一 ，Go。一，没有。这头发怎么那么丑？这个头发也有影响到？会，客户看到会觉得说头发是乱七八糟是怎么样？然后你头发是有没有洗啊？怎么那么圆？每次流汗啊。是流汗还是没洗？它怎么白白的？我流到整个都汗呢，有超大哦。好了，开始。开始的。对不起，我放屁了，不好意思。重来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一 ，Go。哎，你干嘛啦？没有，我刚刚想要去上厕所，可是被人踢到了。上厕所？你现在要去吗？我现在去，我现在去。再一次。应该不会再怎么了吧？不会了，不会了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有人打给我。干嘛啦？不做了啦，烦呢、欸。不是你一直重复的，一直这样，到底要干嘛？可以跟他说不用传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你刚刚说是因为你什么？我的哦，我要尿尿了啊，叫啦，什么鬼都来了。哎、欸，张嘉玲，我跟你说，这经纪人是我弄的。所以你刚刚所有的全部都骗人。不是我用。不要生气啦，我帮你按摩吗？不用不用，我帮你按一按。不要不要，你就是不要碰我，我就不要你碰。好啦。不要碰！不要再碰了。现在去准备一个可乐罐，快点啦！我现在很渴啊。家没有可乐，我要出去买。对，那你现在出去。可是我有一个比可乐更好的东西要给你。比可乐还好用的东西在这，这是我精心为您准备的。欸、你最近还蛮有钱的哦，你是不是去偷钱呢、啊？我没有偷钱，不好意思。这什么？想赞哎，按摩椅。你刚才叫我运动完，然后再给我按摩椅。对，给你爽一下。那、啊、你不会赶快拿？我开个麦啊，哥 keep 呢，先坐上去，我帮你调那个肩颈好不好？握握握。哦，你停住了，我有了。I can be your hero, baby。那么乖就有了、哦。有舒服了。哦。来讲一下你现在有多舒服。有人在帮我推，因为我刚刚这边好。你不要睡着哎，看起来很舒服啊，我爱你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你先走开，我不要。那必然还有一个，这个写了我很多想对你说的话，不要认真看完它，知道吗？好，你怎么那么三八？你会不会做卡片？我是看网络影片去学的，就一步一步慢慢走，然后就我的材料慢慢用的。别认真说，资料是有了，然后这个是我想要对你说的话，可是呢，我用很特殊方法。是刮刮乐。对，我有自己做刮刮乐，不会去网络上看的。然后按照这顺序刮吗？对，你按照这个一二三四五六，慢慢刮。你怎么会做这个？太浪漫了吧！对付你这种人啊，用浪漫最快啊，边刮边念出来，这样才会感受到我的心意，好不好？好。
先认识你，对不对？先享受明星商品五趴回馈。你就是拿错了，消费满万再抽现金，先享明星商品5%回馈，消费满万再抽现金。恭喜你，又被我白一道了。变白耶！啊啊！哎呀呀呀，舒服！哎呀，哎呦！